买了一个披萨给你吃。披萨？对的。啊？这么叫？是什么？吃不进来。但是愚人节披萨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愚人节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是愚人节披萨。对，这是愚人节的吧？对啊。这好笑吧？你是买了一个披萨给你吃。披萨？对的。啊？这么叫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吃不进来。但是愚人节披萨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今天是愚人节。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是愚人节披萨。对，这是愚人节的吧？对啊。这好笑吧？